我家乡小溪，现在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或许每个女孩都梦想着这一刻，拥有慈爱的父母，友善的朋友，和那个会和自己相伴一生的爱我的人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呀。你是我？那我是谁啊？你是梦里的我，你在做梦呢。我不，我要结婚。你结什么婚呀，我的大小姐？你还当你自己是小公主呢？再过两个月零一天，你就30岁的阿姨了，你跟谁结呀？醒醒吧，我的江小溪！给我，给我！你干嘛抢我花？给我！你干嘛呀？花给我！走开，走开！别跑！别跑！哎，接不了喽！做过美梦还被自己给吓醒。我是江小溪，女，29岁，未婚。在梦里，我刚刚度过了自己最幸福的瞬间，可是马上我就要迎来人生中最残忍、最痛苦、最不堪回首的一天。小姐，你们千万别冲动啊！我马上就过来。程序，你们要来闹事儿，你们要干嘛呀？我说江小溪啊，你是站哪边的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跟我们一样是被炒鱿鱼的。老苏啊，我不是跟大家都已经说过了吗？企业要是裁员20个人以上，需要提前去政府报备，还要提前开员工大会的。可是王伦他什么都没做，就把咱们整个部门都给开除了，这是违法的行为。只要咱们走法律程序，咱们的利益就可以受到保障。现在你带着大家来闹事儿，这要出了事儿，以后就说不清楚了。所以大家都听我的，都冷静一下，好不好？咱们都别闹了，好吗？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可是今天王伦来公司了，要见的是海阔一通的解聘师。解聘师？解聘师什么时候到？应该快到吧。不过，门口这种情况，他们未必敢进来。一群乌合之众，我不是给他们解聘费了吗？还闹什么闹？我就不信了，收拾不了你们。小溪，小溪，丽萨姐，
你这怀着宝宝呢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那我这不是着急吗？我跟老苏都被炒了，我现在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你让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呢？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叫什么海阔一通的，他们可是专门给大公司解聘员工的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来人！哎，王伦来了！王伦来了！王伦来了！给个说法！给个说法！王伦来了！王伦来了！各位，我求求你们了！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我英提斯国际的员工了，你们堵在我这门口干什么？啊？我这怎么上班还？你问我们想干什么？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？老苏，先别吼，我跟他说。王伦，今天我们在这儿的是网络策划部52名员工，我们今天来呢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你解聘了我们部门，你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们一声呢？你去政府提前报备过了，那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就没有权利解聘我们所有人。没错，就是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我是网络策划部的行政江小溪。小溪，是你带头闹事儿是不是？我们不是来闹事儿的，我们是……我给你5分钟时间，啊，让他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。你们围在这儿，已经严重干扰了我公司的秩序，听懂了没有？如果再不走的话，我就让保安赶人了。你说姓王的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别激动，下次得拦着他点儿。王伦，你不能这么对我们。我们网络策划部从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在这儿了，今天在这儿的员工有十几年的老员工了，这还有快临产的妇女，你这么做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2分钟。王八蛋，你干！老苏，让过去！老苏，你我不服！还想打人？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别打了！站过来！别出来！把他给我轰出去！还是要动手？还发微博吗？来发！你凭什么擦我手机？啊，你发呀！请问谁是王总监？我是海阔一通的解聘师，陈九。你好，王先生。你总算来了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哦，你们海阔一通就是干这个的，看见没？生活这群人都是要解聘的人，交给你了。各位，大家可能也听说了，我们海阔一通受英提斯国际的委托，来负责这次裁员工作。在我们介入之前，有可能是我们工作的疏忽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，我替英提斯国际给大家道个歉。你扯这些没用的干嘛？你就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吧。我们了解情况以后，向英提斯国际提出了我们拟定的裁员方案，总部已经确认过了，所以现在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，我公布一下解聘名单。
这次裁员，解聘只有一个人。一个人？一个人？只一个？英提斯国际华南区地区总监王伦。王伦？王伦？王伦是？你说什么？程先生，你不是来搞笑的吧？这次裁员方案是通过总部确认过的，你先看看。这个条款里边有董事长的签字。你有什么资格解聘我？你谁呀？是我雇的你好不好？正确的来说，不是你雇佣我，是英提斯国际。我们对贵公司负责，慎重地拟定了这次裁员方案。王先生，你在没有知会员工之前，贸然解聘了网络策划部全部员工，你这样的行为，既不符合劳动法的规定，又给英提斯的名誉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。你的行为，给公司带来了重大的损失。我们唯一能解决的方法，就是请你离职。如果你觉得这次的方案不满意的话，你可以随时找我。找你？我现在就给总部打电话。不必了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这是总部决定的。我受英提斯国际的委托，全权负责这次裁员工作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可以跟我对接。行，算你狠。各位，刚才我也说了，这次解聘只解聘一个人，大家依旧是英提斯国际的员工。但是，我很负责地告诉大家，由于公司经营策略的调整，网络策划部接下来没有任何的工作安排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再说明白一点，大家的劳动合同还是有效的，你们可以按时上班，按时下班，按时领工资，社保和假期一样不变。但是大家还是继续留在公司的话，没有任何事情干，对大家的职业规划来说，没有一点好处。那我们还上班干什么？每天喝茶看戏吗？你们做什么是你们的自由，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，比如给其他公司投简历。您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各谋出路。这次暴力裁员是我们的失误，在大家找到新的工作之前，英提斯国际继续维持大家薪资待遇，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。至于什么时候离职，大家各行决定。如果有人想走的话，现在就可以跟我沟通。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到底是还是想要干嘛？这是，那我到底是要来还是没有来？这是谁的手机？小溪。听你这么一说，还是签了算了，反正留不下来。她正好也怀孕了，也好照顾照顾她。谢谢你的理解。这样也行，总比像之前那样直接被人扫地出门了好。行吧，那我们先走吧。好，辛苦了。小溪，
你还没走呢？还没。你还没签那个离职协议呢，我们家老苏都签了。怎么这么快就签了？我不想再拖着了。那个解聘师说的也挺有道理的，就既然留下来没啥前途，还不如早点走了。Lisa 还能够休完产假，我觉得这条件很不错了。是啊，要不你也签了得了。老苏的补偿金有6个月那么多呢，我觉得你的也应该差不多。我看那个解聘师人挺好的，才聊几句天啊，就觉得他人挺好了。今天这情况你们都看不出来啊，拿王伦当顶罪羊，最后让我们主动去辞职，我们还得谢谢他，这招真够狠的。哎，都这点了，该签的早就签了，没签的以后再说吧，咱先撤。哟，还真有人。请进。金子，你先下去等我。啊，那我在楼下等你。好久不见，最近过得好吗？小西，别叫我小西，我跟你熟吗？请叫江小姐。陈先生，我今天是来办离职协议的，希望我们专业一点，速战速决，公事公办。我是想跟你说，对不起。你是替我们公司说的吗？是我自己觉得。打住！要是替我们公司说的，那我勉强接受。你要是为自己啊，我们今天就不谈了。合同呢？好，今天谈合同的事儿。按照合同法规定，在未到期离职的补偿应该是 N 加一。按你的情况，公司拟定不？别背书了，自己看。嗯，还行。那你怎么想？签字吗？不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怀孕了，按照劳动法规定，如果现在你们逼着我签字，那你们是违法的。你怀孕？嗯。但你的资料上写你是未婚啊。未婚不能怀孕吗？谁规定的？你要做单亲妈妈？你会不会聊天啊？孩子他爸对我好着呢，天天哭着喊着要来娶我，还要养我，要带我去 shopping， 还带我去周游世界，冬天去南极看企鹅。夏天，我们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。不是，动物大迁徙应该是在每年的12月份到次年5月份啊。我愿意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，你管得着吗？反正他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，不像有些男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先恭喜你。轮得着你恭喜吗？你谁呀？那我不问了，没关系。啊，我说，没关系，我跟公司汇报一下，他不会解聘你，你放心。哎，你干嘛？签字啊，还能干嘛？你不能签字。你这种情况，任何公司都不能解聘你。
再说你现在有孩子，更需要稳定的生活。我愿意。你没有权利干涉我的生活。哎，小心！小心！你要想清楚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。你能不操心我的事儿吗？刚才对付王伦的时候，你不是挺有办法吗？现在怎么了？智商都不及格了？我在逗你玩呢，你看不出来啊？啊？我没怀孕。那你刚才……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之前没有签合约，是因为我可怜那些同事，我觉得他们上有老下有小，忽然之间没有工作了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要是只裁我一个人，我才懒得跟这儿跟你磨叽呢。现在签了也好，省得再见到讨厌的人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啊，五年了，再看到您这张脸，还是让我恶心。小心，小心，你等等。陈先生，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你要是再跟着我，小心我告你骚扰。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我必须要跟你解释。我不需要你解释，我跟你之间什么都不是。不是，那你至少告诉我你现在过得……我谢谢你的关心，我现在过得特别好，我有家人，有闺蜜，还有一个特别爱我的男朋友，我现在就要去找他，所以请你不要再骚扰我。小心，小心。话说回来，解聘师这工作倒是挺适合你的，专门替人毁约呀。你最擅长的不就是这个吗？哎，什么情况啊？你们吵什么呢？那姑娘怎么了？对表彰金不满意呀？没事，我看不像没事儿，大风大浪都过去了，怎么在小阴沟里翻船了？做，那你为什么要辞职闪婚啊？看来还是更爱她老公啊，是吧？我就不能任性一次啊？啊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
我这一次选择爱情不行啊！再说了，还有你们呢，你们现在都可以独当一面了，是吧？有你，陈炯，行，我们继续努力，啊！来，一起干一杯！来，敬轩姐，谢谢，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开开心心，来，轩姐，干杯！ 来来，你用我的。吃饱了？吃不下了。别人备炒都是食不下咽，你倒好，胃口大开。我才不像那些人呢，丢了工作跟丢了魂似的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大不了再从头再来。可是我觉得你还是有点太着急了。 既然你们公司都同意了，让你们找到新工作以后再离职，你完全可以再等一等嘛。等什么呢？我要看人脸色，尤其是不喜欢的人脸色。那也行，你们公司裁员这个事闹了这么久，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了，也该往前看了。更何况你现在还拿到了几万块钱的赔偿金，只要你在三个月之内找到工作，都算是你赚了。再说我们小西是谁呀？ 要颜值有颜值，要身材有身材，关键是能力强，又是从500强出来的，找个工作不是轻飘飘的事儿吗？我不想工作。啊？啊，难得有这么长时间可以休息。你想啊，我从大学到现在，从来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假期，我就全当给自己放个暑假了，吃吃喝喝，玩玩乐乐，对吧？先歇一阵再说吧。这样也挺好。 我想去一趟泰国，你的年假是不是快到时间了？要不然你先去请个年假，咱俩一起去。去年就说去，就没去成。怎么了？今年不会又去不成了吧？不会。我明天去公司问问我们领导，看能不能请几天假。嗯，好吧。小谢。嗯。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祝贺璇姐，恭喜恭喜！看你们，来来来，干杯！今天都已经晕了。不是明天去日本吗？对呀。几点的飞机啊？下午3点。啊，那。不用了。哎，璇姐跟她话的意思，你听明白没有？什么呀？你别在这装傻啊！ 这璇姐一走，总监的位置就空出来了。这论资历、论能力，不应该你接班啊！我可听说了啊，璇姐已经向公司推荐你了。怎么样？下周公司安排去泰国休假。你是不是得请客呀？生，不是，你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心不在焉的。 没什么，白天舌战群儒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啊。不能是因为最后那女孩吧？还真是啊！哎呦，哎，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之前你们认识？你之前吵过她，这次倒是进攻是吧？别在这瞎猜，你倒是说说呀，说说说说，我不会告诉你。 你们俩说说有什么坏话呢？我和陈炯正说去泰国的事儿呢，谢谢你俩啊，又让我当电灯泡。少来啊！你放心啊，等到了泰国，你去海滩上撩妹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打扰。<笑>方聪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他就是来暂住几天，过几天就搬走了，没什么的。 我问你俩分手多少年了？有事儿没事儿过来找你，我说什么了？我知道你这个人人好，你善良，但是咱也得有个底线吧？这怎么直接搬进家门来了？这太过分了！我纳闷了啊，这么大一城市，真是没朋友，就认识你一个人。他这个人内向，在这本来就没什么朋友。再说了，他欠房东几个月房租，马上就要被赶走了。 他现在不是失业了吗？等他找到了工作以后，他就搬走了。他要一直找不着工作呢？就一直让他住在你家吗？那怎么可能？他现在也在找人合租，只不过现在没有合适的人。
所以你就出来英雄救美了。你们这些男人还真有意思啊，看到前任全都一副高高在上救世主的样子啊，知道人家过得不好了，想要伸出援手了，你心里指不定多高兴呢嘛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男人过处的想法，道貌岸然的架势干嘛呢？你以为装得有理有面的，人家就不好意思跟你计较了？你虚伪。我怎么虚伪了？我现在就把他当一个老朋友，一个老乡而已。那你说他既然跟我开口了，我能说不吗？服务员结账。给我来。服务员买单。我跟你讲哦，你愿意让人家占你的便宜那是你的事儿，我绝不占人便宜。吃碗面吧，我看你今天喝的挺难受的，给。谢谢。不用谢，跟我说什么谢谢，吃吧。怎么了？你说，是不是不管什么样的女人，有一个安稳的家？话说回来，解聘师这工作倒是挺适合你的，专门替人毁约呀。你最擅长的不就是这个吗？
谁呀？这么晚打电话？喂，我是秦九。小心，你真不能怪我，你都不知道这路上有多堵车。不是，咱俩出来你穿成这样给谁看呀？你这高跟鞋，你走路你走得动吗？我都穿习惯了，我现在穿平底鞋，整个人都会往后仰的。服务员，哎，我说之前每次约你，你都推推拖拖的，今天怎么那么主动啊？什么叫你？就剩时间了，你不工作了？冰狗。你昨天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不是不让你去打听的吗？我跟那女的没关系。不是，我不是说那女孩，我说你和小雨呢。小雨怎么了？我是陈九，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？你跟我说句实话吧。你到底想不想跟小雨结婚？你要是不想跟小雨结婚，你就别耽误人家，外面一大堆人等着呢。不是，我听你话这意思，怎么了？你等着呢？嘿，你要不是我兄弟，我肯定把他抢回来，立马跟他求婚。这小雨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你还真不怕他不要你了？我告诉他，他如果不要我，也轮不到你。哎嘿，哎，我是替你着想的嘛，这我。你想想啊，小雨岁数也不小了，对你这么好，你们现在就跟结婚有什么区别？就差扯个证了吗？拖什么呀？我没拖。不是，现在我是事业的上升期，你说我不想因为这婚姻这个事儿让我分心，那你就让小雨一直这么等着啊。秦九，你觉不觉得你这样做有点自私啊？也是。陈炯，真的是那个王八蛋啊！五年前他摆了我一道，现在又把我500强铁饭碗给砸了，他真是我一个灾星啊！碰见他就倒霉。你这真的是祸不单行，冤家路窄啊！你没有随手找这笔戳子他吗？你要不现在把他约出来，我们找人揍他一顿。你别演了，行不行？你当你大哥的女人啊？我就觉得这个人吧，一身晦气，反正我就再也不想沾了，还是算了吧。我觉得呀，就把这个人彻彻底底从我的人生当中消除，我就大吉大利了。一提到陈总，我就想到你当年那个样子。丢人的事儿你别说了，行不行？我不是要说以前，我说现在，你还真的打算？让汪聪那前女友搬到家里去住啊？你就不怕他俩旧情复燃吗？房子是他的，我干嘛要做他的主呢？再说了，你还当他俩真能干点啥呀？这个自信我还是有的。就算像现在一样，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工作，那我也能甩出那个韩静好几条街去。要我说啊，你就别瞎琢磨了，赶紧趁热打铁把汪聪拿下。不是所有人都跟陈炯一样的。再说你都快30了，
我还有俩月呢，你才三十了。但是我结婚了呀。你没孩子。为什么结婚就要生孩子？那谁规定的三十就要结婚？你是不是傻？我是天然呆。还天然？你以为你是矿泉水啊？我是纯天然无公害美少女。我看呀，你是纯天然无公害大傻猫。你才傻猫呢。我觉得啊，你就是没有那么爱汪聪，不然怎么会这么没有危机感？当初跟陈勇在一起可是你求的婚。行了，当我没说。我就是觉得陈炯这次出现就是命运给你一个提示，让你好好珍惜汪聪，不要再错过了。他前女友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呀？我还真要想想该怎么办。